慈善团体举办了一场公益羽球赛，不少艺人都到场参与。其中林俊一则在参加时不小心小腿拉伤，忍痛退出比赛。而正在筹备八月演唱会的田馥甄，这次也现身公益赛现场，成为现场关注的焦点。而徐允乐也在赛后分享自己和田馥甄的合照，只见画面中可以看到 Hebe 绑的辫子，脸上有着简单的妆容，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很好。乍看之下，还以为是两个大学生准备要上体育课，让网友纷纷惊呼 Hebe 实在太动人了。同时，刘杰老师也在事后晒出与 Hebe 的合照，并大赞对方是个可爱又漂亮的仙女啊。Bye.